头先，竹烟府桥向嘅湖南村有座南市八公下，头今年新嘅年家下，有民众发现八公嘅头那本人条丝斩断脱，因将八公系彻底嘅信仰神明，为到本八公有咧完整嘅精神，有咧村民出钱做过精神，给俾佢手尾新嘅精神重新安处，还几项嘅电坎嘅发挥空间。台福桥乡总府鲁顺街南市八公下，打造湖南村民就准备爱为八公登坎。亚草八公下是台民间79年的下重新起的，不过台今年新年米本身因林的林种发现，八公本因条条破坏，造成头脑跟身体分开，接下来结结报警通知村长，村长是因为八公头脑断血，可能跟反对起浮桥什么样经验引起有相关。我4月23日参加客家田土的村民大会。那时候我是持坚决的反对他在湖口盖第二座火葬场生命园区。虽然警方有调附近内嘅监视器来看，不过是天哥嘅扮演，还是唔知系蛮严重嘅。团体嘅白宫警神将33年安救，为白宫对当地来讲系过重要嘅信仰神明。经过村民讨论过后，由于咧村民出钱做个新嘅白宫警神，看好好事好日，举行开工晚操嘅发挥。俩白宫的竞选呢，哈，也是有一个善心人士陈瑞美小姐，这个金身是由她全额赞助，这个土地公也是经过土地公的把杯，哈的他的指认是，今天这一众土地公是非常庄严。八公金神的钱是村民赞助的，在登坎安厝发挥的钱是村民穷下出的。回到湖南村神发反应，村民强烈表达因反对起神庙延期，还会发通墙连叔叔各位抵抗反平常事，还会自家开说明会，本高度民众了解起神庙延期会有哪个影响。客家新闻王文耀新竹报道。